默其实他是一个把自己所有的开心都表达给别人的人，甚至放大放到极致。但负面情绪不会，负面情绪他会压着，有一个动作的小细节我就知道他不开心，剥鸡蛋就是开始剥，他用这个动作来缓解自己内心的焦虑或者怎么样，然后他最后他没有把那层内膜剥掉，然后他就开始玩玩玩，别人说啥他不理啊，就是他其实这个时候他就是在自己的世界里的。然后小雨是把一颗鸡蛋碾碎，把蛋黄这样碾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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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碾成一个特别均匀的一个盘，他会弄成这样，然后他开始玩它。你在观察他？对，因为他很有意思，